下阿公，谢谢。好，来送上这首《西北雨》哈，塞巴哈，送给大家一首改编版本哈，谢谢我们的飞鹰大乐队，谢谢老师。好，现场的所有的朋友，我们的大哥大姐、阿公阿嬷，大家晚上好。哇，今天有听到这个中气十足的好哦，就代表大家呢，就是看到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呢，能够来到这里呢，就是谢谢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。好，来送上了这首歌曲呢，《西北雨》呢。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安排下一首歌曲，来带来这首呢，一首非常经典，黄以玲小姐的这个第一张专辑，就是在80年代她17岁的时候的第一张专辑的一首歌，来带来这首歌曲。恭喜你三名嗨死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这是我第一次唱这首歌，非常经典的歌，谢谢。恭喜你
大概有三十多年的歌送给大家，三十多年前的歌送给大家一首黄丽玲非常经典的这个火红的歌曲哈，恭喜阿咪三连拍谁？好，阿公，好来送上下一首歌曲哈，为大家。